刘云锦当世无双，如今仅存一笔。可惜，制造方法已失传。别小瞧了我这妹妹，她可是当世刘云锦唯一的线索。什么？沈千初绝对不是简单角色。此番回来，正巧赶在今年皇商选拔前夕，会不会跟刘云锦有关？这面纱的料子倒是少见，不如暂替你保管。等找到刘云锦，就让他消失。姑娘家世复杂，还请离舍弟远一些。刘云锦开始在高门大户流通开了。千珠可是让叔父好找的人。